我回来了。老公回来了。啊，妈来了。坐吧坐吧坐吧，我倒杯水啊。啊，行。哎呀，海洋，你这是刚下班吗？上什么班啊，我这不刚跟朋友打完牌回来吗？你这失业也有大半年了，总得想办法挣点钱吧。我不着急，爷爷这不是刚找了份工作吗？钱呀、啊、他给你先挣了。哎，我说你会不会干活啊，一天天的干啥啥也不行，去拿拖吧，值不花钱啊。哦，我来吧。不用嫂子，我去就行。弄完赶紧做饭啊。自打你回来爷爷就没歇着，我们还不饿，晚点再吃也行。你们不够我饿呀、啊、我想吃糖醋排骨还捞汁鲍鱼。家里没有排骨和鲍鱼。没有不会去买啊。冰箱里菜还没吃完呢，不然咱今天先吃点别的菜吧。你天天给我做的没滋没味也就算了，你亲妈来了你还这么抠啊。我不管啊，你看人家隔壁老王家那媳妇儿天天大鱼大肉的坐着，那还要贤妻良母呢。你这样不给我做呀、啊、我出去吃了啊。哎，我去买。哎呀，拖把拿走，还不赶紧买菜去。站住，你今天哪也不许去。海洋，妍妍出嫁之前我可是两个碗都没舍得让她刷过，嫁到你这你竟然让她一边伺候你一边还要去工作。如果我闺女贪图你的社会地位你这么对她，她活该。如果她是图你有钱你这么对她，她也是活该。她要是图你的长相你这么对她，她更是罪该万死。这三样你有哪一样靠谱？哪样你也没有吧？那你凭什么这么对待我的宝贝女儿？我怎么对她了啊？我可没缺的吃没缺的穿吧，我是一家之主，他不该伺候我吗？别忘了当初我娶他的时候我可是给足了彩礼的。你干嘛呀？既然你没想打算好好带我妹妹，那我就带她回家。嫂子不行，这是我媳妇儿，你说带走带走啊。你不是想吃鲍鱼排骨吗？自己买去吧，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，有多大本事就吃多少饭。你天天一个子儿不挣，还想让我妹妹像伺候皇帝那样伺候你，你做梦。她是我们家的宝贝，不是你的保姆。